点香喝茶，龙哥开始讨浆糊，小李也在场啊，旁边煮着茶，茶一会儿就好了啊，喝茶，老白茶。龙哥这两天感冒，身体不是很好，今天呢稍微有点好转啊，至少就是说头不晕了啊，精气神也上来了，所以呢就拍一拍。本来想今天和小李一起去神户啊，杨汤开着车带我们一起过去啊，那么由于身体原因嘛，就是往后拖两天啊，那么拖两天呢正好也没啥事，那么就和大家聊聊天，聊聊小李这两天在大阪的生活啊。小李呢这两天也蛮开心的吧？开心。你说话说得响一点，人家听不见。生活的好不好？好，很开心。很开心。你开心了，我累死了。啊，这两天都是小李帮着忙啊，一起带龙哥去积分换物啊。然后帮我去买东西啊，在家里帮我料理家务啊，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，啊，本来答应这两天呢要去区域所开那个住民票，啊，后续的事情还有很多事情要办，啊，那么呢本来想一起去泡个汤，怎么一直就是身体原因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去，啊，小李在那个大阪现在是乐不思蜀。都不想回东京了，他呢这个人比较内向啊，不太爱说话，然后呢我要拨一拨他才会动一动。那么聊聊小李在大阪生活的如何，谈谈你的感想。很开心，比东京要好吧，我觉得。那你今后打算想在东京生活呢，还是在大阪生活？在大阪吧。在大阪生活，那你要想办法把那个大学考过来。好的。对吧？听说你最近这个情绪不是很高涨。没有没有。啊？没有。整天有点。没有。啊？没有。愁眉苦脸的，也不知道你什么事情。没有。啊？没有。你对着镜头，你不要对着你手机啊。没有。人家都看着呢。过两天呢陪小李去神户看一看，神户呢小李他没去过，那么咱们会去北野艺人馆啊，还有那个三宫，对吧？对。还有中华街啊，中华街嘛就去吃吃美食啊，吃吃各种各样的国内的一些小吃啊，馄饨、点心、生煎包，还有呢鲍鱼、海参啊，都去尝一尝。顺道呢也有可能在神户呢找一个地方去啊，站得高望得远的地方叫六甲山，是吧？对。六甲山要去看一看，因为小李都没去过。那么呢看我后两天吧，后两天我先把那个这边的很多事务先办完之后呢，咱们就抽抽空带小李去神户，到时候我为大家拍摄啊。那么明天呢可能要和小李要去新斋桥了啊，要去办很多的事情啊。今天由于呢就是喉咙啊不是很舒服，所以说话呢语音比较平啊，不是很高。那么呢小李呢他就是这样的，我坐在旁边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问他，想问他在东京的生活他也不愿意说。东京生活怎么样？你每天早晨起来干嘛？早上起来洗漱吃饭。洗漱必然的嘛。然后就去打工。现在打工怎么样？还很开心吧？在哪里啊？海底捞。在火锅店。火锅店那挺好的呀，里面都是中国同胞。有这个每天包一顿饭。对。吃的还可以吧？可以。还吃得惯吧？东京的疫情很严重啊，你要小心啊。那你在东京有没有认识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啊？和他们一起去哪里玩呢？有
去家周边，或者是去新宿、去涩谷。涩谷，六本木去了吗？没有。六本木是个好地方，但是要白天去，晚上不能去。过两天找找看，等下一期那个小李过来之后呢，小李说带我去找日本的废墟，废墟就是无人区，啊，所谓的无人区就是有房，家用电器全都有，里面没有人，啊，东西都有，咱们可以去找这样的一种题材去拍摄一下，但是必须小李要陪伴，因为很多日本的文字我都不懂，啊。也不知道这个地方能去不能去，不知道，因为它有标牌啊。如果有这样的题材，有这样非常好的新颖的题材，我就为大家去拍摄啊。小李看怎么样？好的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快到这里了，喉咙还是非常的难受。那今天这一集视频呢，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啊。想起来了另外一个话题，就是说今天早晨龙哥看了一则新闻，在我的上海群里面看到的。关于疫情当中有很多滞留在日本的中国华人，那个签证的延期啊，又遭到了一个大坑。什么大坑呢？他要去某些地方那个事务所办理啊，但是事务所可能没有开，那么呢后续的一些走私犯，就是一些坑子啊，开始又在开始欺骗咱们中国人了。在日本嘛，就这样，在海外就是中国人尽量不要去骗中国人，咱们同胞要团结。但是呢，有些害群之马还是有，还是会出现。我听说办一次签证居然开价是多少钱？他们的开价居然是100万日币，办一张滞留卡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费用，居然要开价开达12万人民币哦。厉害吧，在东京的他们那个群里面说，由于疫情，很多很多就是律师事务所关张，那么原先帮他们办的一些那个机构都关门了，然后呢一些那个地下组织又开始起来了，然后说我可以帮你办，办理的费用是100万人民币，厉害吧。然后呢你人家钱付掉了，事情还没帮人家做，然后回头再去微信再去联系他，这个人却关机了，就是说他那个消息发不出去了，屏蔽他了。对这个事情觉得好奇怪，至于后续到底是有没有报案，龙哥不知道，他们在群里面也没有聊到这个话题，只是说有好几位已经遭到了这样的一个欺骗。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能做啊，咱们华人应该和华人之间呢不要去骗他们，在海外生活都很不容易，赚钱也不容易啊，这样的事情做了，你对得起你自己吗？对得起你父母亲吗？对得起你所有的朋友吗？都是不好的事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要受骗上当。办理签证，办理这种延期手续呢，还是要到指定的一些专门的机构去办理，不要太相信这些自说自话的人，好吧。那我们结束今天的话题，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，我是龙哥，感谢关注每日动画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拜拜。你小李还没说，我是小李，我是小李啊。好了，那视频就拍到这里啊。因为今天龙哥不在状态，所以说话有可能就是大舌头，因为这两天吃药吃的舌头都麻了，所以今天得喝白茶稍微调理一下啊。上面玩猫玩的怎么样？开心。帮我按一下。好了，闪退。